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，彼得，彼得猪，今天要来玩四转弯对上五重刺，解释一下何谓五重刺：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合起来就是五重刺。四转弯就是第一个回转，第二个回转，第三个回转，没错。这里也算第四个轴心回转，但是这里要先做个改造，因为上盖的部分是右回旋，所以它的钩是往后逆时针的，可是 HR 铁的钩是相反的顺时钟，因此我们要把它拆掉。这边教大家一个小秘诀， HR 铁这边有四个钩，外圈刚好也有四个凸点，所以只要凸点对准钩，再一个一个搬开来，就可以把它们分开了，接着把它翻过来，然后铁在上面，再对准那四个凸点往下压，这样子它的造型就会跟上盖一样朝向逆时钟，把它们结合，真四转弯 ，yes 五重刺 ，go。抵消失败，加油！四转弯，加油！抵住了，抵住了，很好！哇！我错了，加油！不会吧？四转弯，加油！四转弯，抵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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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啊！轮回眼，轮回眼，好残忍，完美胜利！四转弯的故事就到这边结束。